哎，究竟布莱克学学是看到什么，还吓到吃手手啦？日前，布莱克学学带着国民双胞胎来到韩国参加天团补习班，通过考验的话，就可以跟 Lia Kim 一起拍广告。想要获得与 Lia Kim 一起拍广告的机会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一堂课呢，就是胆量，我们就要放胆看看我们的韩国五大名菜之一酱蟹。三、二、一。See you back！ 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第二条那就是行动力。我们都有国家旅游，你怎么可以不买当地特产？但是因为导师的我呢，非常非常忙碌，没有时间去买。来，清单在此。两姐妹顺利通过考验，终于要见到心目中的偶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ia Kim。Yeah! Oh, really？ 那这次呢 ，Sandy 跟 Manny 这次来到 One Million Dance Studio， 为什么呢？就是要经过我们两个。亲自指导。And wait and down, cut cut. 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Boo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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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上完了最后一堂课 ，Lia Kim 宣布了最后的考验。如果通过，就能一起拍广告。究竟两姐妹能不能顺利通过考验呢？